首先咱们稍稍有一点点瞅它，而且呢有绿叶的地方呢变成深绿色了。然后咱们开始调味啊，做农家下饭菜这十三香啊绝对是少不了的。精盐加入3克调底味，鸡精4克提味增鲜。哎，再把火打开，这回咱们调成大火了啊。冬菇一品鲜酱油加入15克提味增鲜。哎，继续翻炒，把调味料炒至融化的状态。这时咱们再把粉条哎放入锅里边，粉条下锅，咱们就放入蒜末，因为大头菜现在完全成熟了，烹入10克锅边醋，增加香味。最后临出锅之前，咱们淋点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和亮度。好，出锅装盘，一点汤。Thank you.
能给球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。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